天上午的宴会由副院长刘鹤才主持，会中今后单独通过了强制执行法修正案、监察院组织法以及监察院各委员会组织法修正案，跟政府为了发展经济社会向国外借款及保证条例第一条、第五条以及第六条条文修正案，委员们都曾经踊跃发言，以实际的行动加强议事效率，来表达对总统蒋公的哀思。